Sir, we've just received a message from the Home Office. The suspect started up the Hand of God 10 minutes ago. 李先生, 上帝之手被偷了。 你要帮我把他找回来。 还有另一个高手, 可以帮你们找到想要的东西。 既然大家都认为 自己是第一高手, 不如 我们就来个比赛吧。我最喜欢比赛。 阿娇，比赛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。怎么比法？谁能保住自己的心，谁就是天下第一高手。一言为定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全世界唯一可以找得到我的人。我要见我的女朋友。她在哪里？我可以找到她。有话就直说。 这就是真爱。你跟我走吧，我会赌上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。我可不是故意要亲你的，这是非常专业的特务手段，职业需要。哎呀。